我而家嘅工作就係一個粵劇演員啦。咁就我通常都會喺香港同埋呢個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嘅地方做戲嘅。其實細個就冇諗過話會將粵劇變為自己嘅職業嘅。咁其實我覺得幾奇妙嘅，因為細個其實呢一個興趣其實只係一個課餘活動，係啦。咁只係希望即係課餘時間可以上台表演一下。咁但係當去到可以變為自己真正嘅職業嘅時候，其實都幾開心嘅。咁多年即係學戲啦，咁就我阿爸阿媽就會喺我排戲啊，或者係練功嘅時候咧，即係佢哋都會帶我去劇社嘅，係啦，即係兒童劇團。咁同埋我記得嗰陣時，因為可能會上台做戲咧，即係譬如有做小朋友嘅角色係有對白咁樣，咁冇乜人教噶嘛，咁啊當然老師教完之後要翻去自己去練，咁邊個去幫我練呢？就是阿爸阿媽，咁但阿媽係唔識聽嘅，即係因為佢係菲律賓人，咁變咗係佢憑聽個感覺咯，即係我覺得你係咪應該你做個角色係小朋友嘅，你係咪應該要得意啲咧，講得唔好咁咁老成咧咁樣，咁就而去阿爸咧就係幫我去矯正我啲咬字啊。吐字嗰方面咯，咁令到我喺演出嗰方面咧就更加有信心啲。希望天下間嘅父母咧就即係對自己小朋友如果想培育到一啲興趣咧，就可以聽下佢哋自己嘅諗法。咁同埋因為當然小朋友嘅諗法可能係有時不會話太過正確嘅，咁你哋可以俾一多啲嘅建議佢哋，係啦，等佢接觸多方面嘅活動，而等佢再發掘下睇下佢自己中意邊一樣嘢，咁我覺得對小朋友嘅成長就會比較健康啲，同埋幫助大啲。